又是一个阴雨天。这些是我小妹早上拿来的，我们小院里面的梳子叶，买的鹌鹑蛋、豆腐干还有干辣椒。今天我就要用它做一个我们延边当地啤酒屋比较出名的特色菜。这个是我跑了好几个超市才买到的，就剩这点了。爸，今天你做一个菜，我做一个菜。你小妹不做啊？我有啊。啊，我有啊，这都是他买的，现成的呀。他买的让我做的，是吗？嗯。给你们看一看啊，迷你版的鹌鹑蛋，那是营养不良了。你看这些都这么大，一对比看看。我当时买的时候就看见它了，故意把它放进来的。熟了。熟了。那梳子叶也放吗？放，给它炖五分钟之后放，差不多了是吧？嗯。把这梳子叶再放，少放两天。爸，你对这个菜熟不熟悉吧？熟悉。为啥？啤酒店，咱们就点这个菜。你忘了上次咱家楼下跟我姥，咱不就点这菜了吗？啤酒店这个做的也做这个菜，好吃。以后还去啤酒店吗？行，我工作不做，不用去 ，OK 了。最后淋入水淀粉，勾一下芡。先搁肉吃，完再吃骨头，你这点道理不懂。吃饭呢，那小伙子。马上。帅哥。美女。哎呦天！好几天没这么丰盛了。你啊，给面子吧。让我吃啊，你先尝尝。你真懂事。就冲你把这肉往这挪，我给你点赞。你没发出来你这一桌你俩做的菜最受欢迎是我打开的这袋海带啊。不能吃太多肉了，腻，咱们得吃点清淡。完了，这还剩半碗饭的菜没了。世界上最悲惨的事情是什么？饭还有呢，菜没了。开点汤就泡点。光盘行动从我做起。这俩人饭碗里头还有饭的菜没了，好悲催。咱们吃饱了。嗯，我说我没吃饱，你进来。没有饭，有饭，姐夫。喝点水，过来，把这样都吃了。